报数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。谁？我。怎么出了个废物呢？英语的五念 five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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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ve。这个废物玩意儿，拼音 h u e i five， h u e i five。对了，重新报数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。七。谁的七？我的七。出来。你咋这么完蛋？人家说的全是一水英语，到你这整出个阿拉伯数字，你那英语咋不会说呢？我不会说呀。你咋不学呢？啊，我们是搞旅游的，必须要把全世界的外语都要会一点点，回家用点功学，听着吗？夜市。这才几点呢就上夜市？你吃的都快赶上我了。不许上夜市。夜市。去哪？不去了。那去哪？五爱街。五爱街也不去。再说夜市。再说一遍。那就会一句夜市还不让说。完蛋完了。刚刚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非常重要，是一个大活，40人的旅游团，有没有信心把它给我拿下？有。谁走漏风声了？谁说的有？我说的。你说你就大点声，瞅你像做贼似的。有没有信心把这活拿下？有。Yes。 老板呢？那个张经济来了。哪个张经济？就去年给咱们抓公安局那小子。啊？干？谁又惹祸了？没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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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自己没出门。没惹祸，他咋又来了呢？不知道。老板呐，不行，咱们跑吧！站住！谁要敢跑，以后我再不带他玩。滚！去年的案子不解清了吗？啊，对呀。还有啥可怕的？关键不有我呢吗？啊！看我是怎么把他摆平的。好，有啥可怕的呢？大橙子，大橙子，张经济。橙子，张经济呀！你再说说，大橙子，过去的事儿啊，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呀，我成立一个旅游团，头一次干这个事儿，确实没有经验。我是找你来合作的。刚才那个40人的旅游团那个电话，就是我给你打的。沈阳那么多旅游团，你不找，你非找我，你别可我一个人坑啊！我不坑你。我是诚心找你合作来了，这样，这40个人团费咱们挣来以后，归咱俩，你留8，我就留2。进一步说话。啊、你要这么说，你就找对人了。我敢说，我们大橙子旅游团为游客提供那是一条蛇的服务。啊。往大了说就是一条龙的服务啊，让游客呢玩得开心，我们呢挣得开心啊，是吧？是。怎么你上那听声来了？嗯，老板没听声，我问一下，那废物那拼音咋拼了？废物玩意儿，何无一爱废物，也是。速度就是高，全是英语。大鹏啊，啊，咱们谈谈价钱吧。价钱呢，就看你想让游客到哪个档次上，它档次不同，它是价位不同啊，还分档。那必须的，一共分3个档次。哦、这第一个档次是让游客笑着来，哭着走。第二个档次，那是让游客笑着来，笑着走，回家就哭。我在这儿呢。第3个档次那就高级了，让游客是笑着来，笑着走，笑着又来，最后哭笑不得。就你这队伍给人家当导游，这能行吗？
还能行吗？我敢说我大成的旅游团全是精英，每个人都被游客投诉过。拉倒吧，都被游客给投诉了，这样人咱们能用吗？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，不被游客投诉证明你没在他身上挣着钱，我还不要他呢。哦，哎，那他们是怎么从游客身上挣的钱呢？这玩意儿说倒说不好，要不然你就亲身体验一把，你当游客，哎，我能给你当导游，让我们的精英团队为你提供那个 VIP 的服务。好啊，带钱了吗？带了，带钱了，那咱就开玩。大成的旅游团即将起航，跟我走了走了走了，就游客啊。嗯。那个，你想上哪？我想去喇子山去溜达溜达。好，喇子山24小时恐怖之旅正式起航。哎哎，不行，咱们出来旅游是来开心的，你起个什么恐怖之旅，那能行吗？谁敢来呀？你就是不懂游客，游客最喜欢寻找刺激，有的喜欢攀岩的，有的喜欢蹦极的，有的喜欢滑雪没玩好卡秃噜皮的。哦，你就听我的吧。哎，准备出发，安排食宿的大客车。我在这儿呢，老板。大客车安排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Let's go！ 走不了了，下雪封道。Oh my god！ 干嘛呀？这咋整啊？改订机票。OK。爸，从沈阳到铁岭还用坐飞机吗？哇！哇！你说什么呢，宝贝儿？我们都是从沈阳桃仙机场起飞到北京。再买好返程票，从北京飞回沈阳桃仙机场。等回来的时候，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再让游客坐大巴去喇子山，好吗，宝贝儿？你那是绕圈啊，宝贝儿。操！你知道这一趟这飞机票这返点钱是多少啊？哎呀，要说大成长，还是你有经验。不是，钱是挣了，但是这么做。这游客能满意吗？这位游客 ，I'm sorry， 抱歉抱歉，刚刚在交通上给你带来了不便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喇子山，接下来我们为你安排一顿正宗的韩国料理，连服务都是韩式的。哦，上菜。我的韩国名字叫신부순스미다，你是想吃干豆腐스미다、酸菜汤스미다，还是高丽米饭스미다？不，他到底是韩国服务员还是日本服务员啊？他是中日韩服务员스미다。慢慢吃啊，大哥。其实就喇子山的，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这位游客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我们就需要去。逛景点，好，顺着我的小旗往前看，前方就是喇子山购物一条街，走吧。哎哎，不是，吃完饭了咱得去景点看一看呢。你上这购物一条街干啥呀？你看你这又不懂了，游客的心理是啥呢？上车吧就睡觉，下车呢就尿尿，到了景点呢就拍照，回家呢啥也不知道，只能勾起回忆的，你知是啥不？啥？就是那些纪念品。哦，别说还真有道理。Let's go。 大哥，买人参不？正宗的山参。你们家的山参这么大呀？啊，没打激素的参王。你可拉倒吧，参王那萝卜我还不认识啊。你可这不是铁子，你咋从这儿来了呀？谁呀？是不是沈阳的？啊，是不是沈阳？沈阳哪的？马路沈阳哪的？马路湾的。马路湾，五台街的吗？啊，五台街的吗？你也沈阳的啊？哎呦，老乡啊！哎呀，你上这来旅游来了？我不是来旅游来了，我过来卖身来了。你看我正点不？啊！哈哈哎呀，你这。卖人参呐？那给你多好大哥，我这人参你还买不买呀？铁子啊，我告诉你，
以后买身你可瞧准，一定要注意卖身的人长什么样，知道不？啊，买个身还得注意卖身人长啥样。你看你弟弟我呀，哼，你看咱这脸型，纯人神脸；你看咱这身体，纯人身体。啊，哥们，我是从小吃人参长大的，你说他吃人参长大，你信吗？你要说他吃人长大的，我信。大哥，我跟你说，他还真说对了。买人参这玩意儿，你真得看人。就他瘦那样，一瞅他那人参就是营养不良型的。你再瞅我，我要种出的人参跟我体格子一样，营养丰富。你那就是大白萝卜，心里没数啊！你整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做点小买卖的地方，想干啥呀？啊，你想干啥呀？哎呀，我的妈！买卖啊！买卖啊！干什么？买啊！大姐纯野山参呢，我买，我买，哎呀，哎呀，我也不查了，快看着老先生。哎呀，行，这车是赠你了。姐，姐，爷爷爸，爷爷爸，爷爷爸。24小时恐怖之旅到此结束，同志们集合。站住！分钱不？大鹏啊，你这么做的话，我可告诉你。你是在欺骗游客，游客来了吗？不，游客来了吗？没来。你骗我了？你也不是游客，你把我的钱骗去了。谁骗你钱了？你刚才说的不是演习吗？谁跟你演习？我是真枪实战了。大鹏，如果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也郑重地告诉你，现在有不少人就在举报，说有不少旅游团在各个景点坑蒙拐骗，欺骗消费者。啊，我就是今天派来的卧底，专门收取你们的证据来了。小子，就你一个人有啥证据？这都是我的托，谁能叫着你说话？你说吧。就是你们刚才的所作所为，全被我兜里的摄像机给录下来了，给我去公安局。谁让你录的？你这属于侵占我肖像权。啊？我让你录了吗？阿飞，下货，闪开！摄像机拿出来，妄想。我要不给你亮两下，你真不知我是干啥的啊！你还是拿着来吧，给我拿回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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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对自己人下手都这么狠，别说你了，伙计们，撤！大鹏啊，你别走，跟我去公安局。他这是干啥呀？钱到手了。去公安局等一会儿，先把我这事先解决了。商量商量，去年我那一眼炮钱呢，我就不要了。今年这两眼炮钱你得给。啊？跟谁要钱呢？还你呀。要啥钱呢？挨打的钱呢？我也没打你呀、啊，是我替你挨打的。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打呀，刚才是你打我了。那不对呀，刚才我是护着你我才挨打呀。你打，你挨打，你打不打的话根本就不是我打你，是大鹏的打你。刚才是你们打我，我都没给你要钱，我你妈你们给我要什么钱？根本就不是我打你，是大鹏打你。刚才是你先打的我，你给我打这人，我都没给你要钱，你给我要什么钱？对呀。老板呐，你得给我拿钱呐！我给你拿啥钱？拿啥钱呢？打你这边人走了，根本我就没动手，他不跑了，你找我要钱，反正要打他，你去打就打，你找我要什么钱？要什么钱？